LOL 选择冲 CW 的防区，张妹绝世的容颜，但现在倒地也是不能够力挽狂澜。烟雾内不要太莽，现在人数是劣势。ALL 能不能在外面架一波对枪？还好打倒了对方，没有时间补，也没有时间打药，找机会。另外一方队友已经倒地了，阿德下了又来买。阿德还是把人补掉，阿德血量很弹，就在左边。没有办法。听两位老师声音能。DX 大发神威，但是这边弟弟站出来变哥哥，一换一，浪浪直接将阿兰击倒。烟雾内有人，他应该知道，浪浪应该知道烟雾内有人，用脚踩吗？不用枪，你为什么不用枪呢？站到烟雾内躲了一波扫射，开始伏地，这个时候开枪是不是为时已晚啊？还好队友来了，猫猫办法直接把对方一个人击倒，把伤害分担了。这个时候直接开车，CCR 这一波开车有点不太理智，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滔搏就要扔雷了，北荡这个时候要扔雷了，还是选择开枪，先收掉一个配合自己队友的一波攻击，直接把刚刚的 JCR 收掉。美滋滋，滔搏这一波猛虎过枪之后呢，整个赛场的话，先看看这边东部战场 ，JS 发现了 Abyss King 一换一，后点的人出雁堂，血量不足，也没有时间打包，还是要往前跑。你倒不如站起来开枪。我觉得这边滔搏站起来开枪。和酷酷这边也是刚刚被点倒，双方的距离其实这个时候拉得非常的近了。XQF 非常的可惜，居民也是被带走了，只剩下伞兵一个人。滔搏战队直接将 XQF 斩于马下。没有办法，滔搏也是反。时间缓缓。就是这个坡啊，就是冬瓜打的这个坡，能不能用硬枪线把冬瓜给打倒呢？打倒还能站一下，但是好像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过于艰巨了，光是想一想就很难啊。这个应该是滔搏战队剩下的最后的几颗烟了。 KK 这边的话先将远端的 GS 麋鹿给击倒，现在是三方战队混战，而中间的 OMG 美滋滋啊，没错， OMG 这个时候躺在屋中的房区吹着空调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。反而是 LK 看到旁边这个滔搏还剩下这个仅存的火力，有点想法啊，没办法，在己方的窄边。但问题来了，这边 OMG 是已经识破了这边的假动作， OMG 拉过来了，小姆没法抬头啊，剩下只剩下帽子了，帽子能不能把第一个打掉？打的还是背身，哎呀，有点难受。远端的七次直接将CM带走，这就是你假动作骗人骗太久，打到最后我觉得是非常合格的。是的，那么目前来说还是要看场上的 LK 和 OMG， 双方都是有防的两个战队，但是明显 OMG 这边阿伟是想冲出平原去拿一分， OMG 有点想吃 GS， 吃的有点着急，全员是莽出了房子，导致这边 LK 是以不变应万变了。但是七四这个点位真的太绝了。是啊， OMG 只剩下一个，清油先去拉到一个近点的位置，这边阿伟的人头分应该是可以拿到了。哈哈，又是四名猛男冲脸了 ，Like 的伏地，最后被敌人一梭子带走。好。